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生人勿近》。咁喺我手上面呢部机咧，就系、是、DJI Mavic 系列嘅一位新成员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Mavic Mini 啦。咁呢部 Mavic Mini 最大嘅卖点咧，就当然系佢个机身嘅重量啦，249 gram 啦。咁加埋佢呢个亲民嘅价钱咧，性价比非常之高。咁249 gram 仲有咩卖点咧？249 gram 咧，其实啱啱好喺某啲国家，喺美国啊、加拿大咁样咧。其实佢啱啱系达到一个要求，佢就可以唔需要申请呢个航拍机嘅 license 咧，你都可以喺嗰度玩或者拍摄嘅。咁所以呢部机一出嘅时候咧，就好多人都会好期待，好受欢迎咁样，因为呢部机系方便咗好多用家。咁但系大家唔好以为呢部机系唔需要航拍嘅 license 咧，你就可以随便点咁飞。所以呢部机嘅用家咧，都系同其他机种一样咧，系必须要遵守你嘅国家同埋地区嘅航拍机嘅法例啦。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咧都要注意翻啦。咁我都玩咗呢部机几日啦，咁我咧就有五点想分享俾有意思想买呢部 Mavic Mini 嘅用家啦。咁等佢听完之后咧，你就自己可以考虑究竟呢部机适唔适合你啦。咁第一就系、是、呢部机咧系同 Mavic Air 一样咧，佢用 WiFi 嘅图传嘅。咁佢官方嘅数字，佢里面系写最远可以飞到4公里啦。但系经过我自己个人嘅测试，喺城市或者郊区嘅情况下咧，佢大概喺城市最多都系飞到500米咧，其实已经系好近噶啦。咁我谂喺郊区或者海边咧，可能可以接近1公里或者多过1公里少少啦。咁所以呢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啦。第二点就系咧，都系有关一个 app 嘅，因为呢部机咧系同之前所有机种系唔同啊。之前咧我哋系用开一个 DJI Go 4嘅 app 啦，咁但系呢部机咧系用一个全新嘅 app 叫做 DJI Fly 嘅 app 嘅。咁简单啲讲咧，呢个 DJI Fly 嘅 app 咧其实系一个阉割版嘅 DJI Go 4嘅 app 嚟嘅。咁有啲咩唔同呢？咁首先我哋会讲下啲关于安全性嘅问题先啦。因为如果你唔安全嘅情况下咧，之后讲嘅嘢都已经变得唔重要啦，已经炒咗啦。咁所以我就会讲最重要嘅两点先。咁喺个 DJI Fly 入面咧，咁由于呢部机咧系冇呢个前后左右一个避障嘅 sensor 嘅，佢就系得底部嘅 sensor 啦。咁所以大家玩呢部机嘅时候咧，就一定要 set 翻呢个返航嘅高度啦。咁如果你唔记得 set 呢个返航嘅高度会点样呢？咁头先都讲过啦，因为呢部机嘅图传系 WiFi 嘅图传啦，喺城市啊市区玩咧系非常之唔稳定嘅。咁如果你唔记得 set 呢个返航高度，咁当你喺啲多建筑物啊或者多高嘅树嘅情况下咧，你飞紧咁上下，如果佢突然间冇咗图传冇咗 signal， 佢会揀你最近嘅直线拉翻嚟你嗰个点嗰度。咁佢冇避障功能咧，你嗰个高度唔够高咧，佢一飞过去就会撞咗部机，咁就会翻唔到嚟噶。咁所以大家一定要 set 翻呢个返航嘅高度系非常之重要嘅。好，讲开呢个 sensor 啦，咁我都顺带一讲一讲，佢系底部咧，佢有一个避障嘅 sensor 啦。咁避障嘅 sensor 咧就系预防你可能喺个海嗰度，或者你落机嘅地面系呢个危险嘅地方，佢会升翻上嚟啦。咁但系咧，对于我嚟讲咧，有啲情况下咧，呢个 sensor 咧系好危险嘅。咁所以有啲有玩开之前啲航拍机朋友咧，其实佢有阵时都会需要用手接噶嘛。咁例如你去到啲地方啦，嗰、那个路面咧系凹凸不平啊，你唔方便就咁拎部机咧，你都需要用手噶嘛。咁我另外一个经验咧就系、是，我试过之前咧喺澳洲呢、這个出海钓鱼啦，咁喺一个船嗰、那个船咧大概6人船嚟嘅，即系唔系非常之大嘅。咁你知嗰啲大海啦，系一个太平洋嘅海域嚟嘅，浪咧系非常之大嘅。咁如果你冇识到下边个 sensor 会点样呢？咁当你差唔多冇电嘅情况下啦，你部机要准备降落啦。咁由于你可能玩嘅时候同你返航点嘅时候，佢嗰个地方已经唔同咗啦。因为你可能会拍紧个船啊，会同个船追逐啊，会喐噶嘛个船。咁所以你个返航点已经唔同咗啦。咁你需要人手降落啦。咁你人手降落会点样呢？个船喺度啦，咁个机喺度啦。咁你飞到咁上下，你想降落嘅话咧，如果你冇 set 到个底部嘅 sensor 咧，佢咧冇地方俾你拎啊嘛，架船太细啦，有好多杂物啊，唔同嘅嘢啦，佢就会升翻上去嘅。咁你升翻上去，因为你落几都落唔到，咁你想强制降落啦，强制降落会点样呢？因为架船咧系好大浪啊，佢每一秒咧都可能会喐咗大概半尺至1尺噶。
咁咧你落咧你需要時間噶嘛，佢一落佢已經唔同咗位置，咁你分分鐘咧架機咧就好容易跌落海噶。其實我已經試過一次噶啦。咁所以有咩方法解決呢？個解決嘅方法咧就係、是、最安全嘅情況下咧，你就係同你個朋友咧就講聲，教定佢點樣用隻手去安全地去接住部機啦。咁當你熄咗個 sensor 嘅情況下咧，咁你個 friend 咧就準備定揾隻手幫你接住啦。咁另外個駕駛者又做咩？因為個浪非常之大啊，你一定要撳住個人去企穩去控制部機啊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分分鐘都會跌埋落海啊個人。咁所以咧，要兩個人一齊配合咧，咁去接架機咧就最安全啦。哇！突然間喐咗咁多嘅。要快佢突然間一下大，快啲快啲快啲接住佢！佢突然間好大浪啊，想吹想吹埋佢喎。第三點啦，如果有玩開之前啲航拍機嘅朋友都知道咧，我哋大概玩呢個航拍機，我哋都會 set 到大概 35% 電量咧，佢就會自動返航同埋會有 alert 通知你噶啦。這個有咩好處呢？例如你當你個機飛到好遠嘅情況下。咁有機會翻嚟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風力係比較大噶嘛，佢未必會夠電翻嚟，咁所以 35% 咧係一個比較穩陣嘅數字啦。咁但係咧喺個 DJI Fly 即係呢部機嘅 app 入邊咧，佢係冇得 set 依個自動返航依個數嘅。咁所以你玩嘅時候咧，就記住差唔多去到 35% 咧，你就要返航啦，佢係唔會提示你嘅。咁所以如果新手佢冇呢一方面嘅經驗咧，佢玩玩下突然忘形之下唔記得咗咧，咁就非常之危險啦。咁但係我都有聽過有用家講過啦，呢部機咧其實佢係識得自己返航嘅。咁呢部機差唔多冇電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計翻佢返航嘅距離啦，同埋風速啦。咁佢差唔多冇電咧，佢就會自己翻嚟嘅。但係咧我自己嚟講咧，我就冇試過，因為我上次試過大概部機雖然同我個距離好近啦，但係佢到 20% 咧，佢都仲唔肯翻嚟啊。咁我非常之覺得冇安全感啊，所以我都用人手自己控制翻嚟我身邊自己降落啦。所以如果有其他用家有試過知道呢一方面嘅電量嘅問題咧，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啊。好啦，第四點啦，我哋而家講下拍片啦，終於可以。咁咧 ，Mavic Mini 同埋 Mavic Air 咧，佢望落去個 spec 啦，官方嘅數字咧，其實都係差唔多啊，佢哋都係依個一又三分二寸嘅 CMOS 嘅 sensor 啦，咁照計咧質素咧應該係差唔多噶嘛。Mavic Air 咧，佢可以拍到 4K 30格同埋一個 2.7K 60格，但係依個 Mavic Mini 咧，佢 2.7K 拍到30格，全高清咧就可以拍到60格，佢係冇 4K 嘅。不過對於我嚟講咧，都唔係一個重點，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係重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、是。由於呢部機咧係用呢個 DJI Fly 嘅 app 啦，起初我以為佢淨係冇得校光圈啦，冇得校光圈咧，我哋可以用 filter 去解決呢個問題啊嘛。但係原來佢連 ISO 同埋快門咧都係冇得 set 嘅喎，咁所以就算你裝咗個 filter 咧，佢都會自己同你校翻光，咁所以咧你裝 filter 都係等於冇用，仲會加多啲微粒添。所以依件事咧，我哋最多就可以用 EV 控制到佢畫面嘅質素啦。咁我第一次拍依個影片嘅時候咧，就喺一個大概正午12點嘅時候，喺一個海灘度影啦。咁大家咧會見到依條片咧，嗰、那個反差非常之高啊！佢嗰個暗位咧，你會見到佢有啲微粒啦，同埋嗰個 dynamic range 係唔夠嘅。咁因為佢冇得校呢個 Cine Light 同埋一個 D Lock 嘅顏色嘅情況下咧，咁所以呢個後制咧都比較難搞嘅。咁我測試過咧，如果你喺啲唔係反差咁高嘅時間去拍攝咧，嗰、那個畫質嘅畫面咧就比較自然同埋舒服好多嘅。咁所以大家拍影片嘅時候咧，大家都要計算翻咩時間拍攝係最適合啦。好啦，第五點啦，就關於影相嘅。影相呢一方面咧，佢就比拍片好少少啦。佢雖然冇得拍鍋，但係咧佢係有一嚿 ISO 同埋快門嘅。咁所以喺依個影相嘅功能咧，佢就不過不失啦，起碼會影到先啦。你可以控制到你自己嘅曝光先啦。咁我而家咧就嚟翻個總結。咁總結咧，呢部係一個非常之輕啦，價錢性價比非常之高啦，表面上咧係俾一個新手入門一個航拍飛機啦。咁冇錯，佢都係可以係嘅，因為如果你裝咗佢原本嗰個 combo 嗰個 kit set 啦，裝咗嗰個防撞框啦，你喺公園啦同屋企人玩下咧，其實都比較安全嘅。咁但係如果有啲新手嘅玩家直接想喺城市度飛啊，
冇呢一方面嘅經驗嘅話咧，其實出事率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個定位咧係有啲尷尬嘅。咁同埋我覺得呢部機其實本身是一個好強勁嘅機啦，佢夠輕啦，夠細啦，有 2.7K 啦，有三軸雲台啦。但係咧，就是因為佢嗰個 DJI 嗰個閹割版嘅 app 咧，去限制咗佢冇一架光圈快門同埋呢個 ISO，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有啲浪費啦。咁所以如果 DJI 你哋睇到呢條片咧，希望你可以聽下我呢個兩個訴求嘅意見啦。第一個意見咧就係、是、我唔介意佢冇呢個光圈俾我校嘅，但我希望你 ISO 同埋呢個快門咧係可以俾我哋自己校啦。咁如果你呢兩樣嘢可以俾我自己校到嘅話咧，咁我哋就可以用自己加啲 filter 落去咧，我就可以控制到個曝光，可以拍攝到自己想要嘅畫面啊嘛。咁另外一樣嘅意見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如果因為價錢太平而控制到我哋某啲功能嘅話咧，咁會唔會係可以考慮出下例如你收翻一定嘅價錢，咁我可以等到想有要求嘅用家咧，可以用翻呢個 DJI Go 4嗰個 app 入面去控制翻呢部機，咁等佢有畫面質素要求嘅玩家，佢可以用到嗰個 app， 咁我哋就可以發揮到呢部機應有嘅功能啦。咁如果呢一個解決咗咧，咁呢部機咧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旅行拍攝工具啊，因為對於我嚟講咧呢部機咁輕咧。我可以成日帶上山啦、行山啊、登山嘅時候咧，可以拍到啲好好嘅畫面咯。我都唔會再想帶啲咁重嘅飛機啊。好啦，今日呢條片咧就係咁多先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麻煩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哋下次見。拜拜。